下载了，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是第一页，然后呢，到我记得好像大概九十几列吧，这个就第二页在这边，好，然后第三页就在下面这边 ，OK， 那但是呢，下载下来的东西哈、哦，还是有一些问题需要把它做处理啊，比如包含这个每一个标日期啊，这几个这个所谓的栏位的名称，这个标题列哈、哦，多余的，所以必须把它快速删除。那怎么快速删除？我上礼拜讲过，你可以哈、哦。记得我这边第二个就是快速删除这些多余的日期列。那我的规则是这样的，我就想说里面哦，那怎么找比较快呢？第一个，记得删除一定要反向。哦，第二个的话呢，就是去寻找，用一个逻辑函数。如果它这个 ILIE 的 A 栏里面哦是等于日期两个字啊，确定一下是不是日期，有没有空白？空白可能要把它在。如果有空白，你可能要把空白加，否则它这个空白也视为哈这个文字的一部分哦。然后再把这一列给删掉。那程式的话，基本上就五行，一个回圈，回圈的话就是 for i 等于最下面一列，哎，特别注意哦，意思就是说我是从最下面往上找，找到之后删除，不会影响下面啊，就是。往下的，如果你从上往下删掉，它会往上去递补，那会造成你删除的位置会错乱。OK 哦，那接下来的话呢，到第二，为什么第二呢？不是第一哦，因为我们要怎么样删除的话呢，这一列哦不能够删除。OK 哦，好啊，再来的话呢，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了？哎，把这个列删掉，所以基本上底下多余的日期列哈、哦，全部把它删掉了。那我来执行给各位看，这个它因为很一下子跑完了，之前我 demo 过了，我就不再细部 demo 了，所以你会发现底下的日期列全部都不见。